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德，大家好。今天我们研讨《太上感应篇》汇篇第32句：“施恩不求报，以人不追悔。”请各位同学翻开课本378页。我们看经文：随李世谦至子曰：“幼姑，事母至孝，年十二，为广平王，必为开府参军。家父出戍数千担，以待乡人。值岁欠，遭购欠付粉券，曰：‘在聊矣。’”来春又出两种，分给贫乏，所活甚重。死者一之，或送公阴德，公曰：“阴德如耳鸣，己自知之，人无知者。今子已知，何谓阴德？”一日，梦紫衣神告曰：“上帝加汝阴德，昌大汝厚矣。”好，我们看这一段的字迹解说。李世谦呢，我们以前有介绍过，他是隋朝人。他这个早岁呢，父亲就死掉了，他对母亲呢非常的孝顺。他12岁的时候呢，为广平王，12岁哦，他12岁的时候，但我们来讲的话是算小孩子哦。为广平王，就为广平王是谁呢？就袁湛，必为开府参军，这个必呢，这个必就是征召的意思啊，征召。那么他好学不倦，然后呢博览群书，尤其他特别喜欢呢研究这个天文术数，好谈玄理，可见他也是个修行人再来的。那么北齐的时候呢，在征召他，但是他不就任。到隋朝的时候呢，他还是立志呢不当官但是呢，他因为他的父亲呢有留家产给他，所以这里讲说家富，就是他的家庭还算富裕。那他的本性呢非常宽厚，他曾经呢这个出这个数千担的这个米呢带给乡人呢济困，这等一下我们会介绍。那么魏广平王呢，就是他是北魏的宗室，北魏的宗室，他是鲜卑族，他名字叫袁湛那么再来这个开府参军，开府参军呢，开府是古代的高级官员，比如说像三公啦、大将军啦等等，他本身呢有成立府署，那么选了一些人当僚属，那么开府参军呢，就是属于将军府里面的幕僚，重要的幕僚。那么再下来，这个贫乏，这个贫乏是指平民，那么死者义之，这个义呢，就是埋葬。那么昌大汝厚呢？这个昌大就是昌盛发扬光大。我们看这段的白话。隋朝的李世谦呢，他字子曰，他幼年呢丧父，对母亲呢非常的孝顺。他12岁的时候呢，魏广平王呢袁湛呢征召他为开府参军。他家里呢
富有。他呢，曾经呢，拿出这个数千担的米来带给他家乡的人，刚好呢，遇到当年的这个税欠，就是农作呢欠收，他就招请他们的乡人呢，欠他的这个稻谷的这些乡人呢，在他们面前呢，把这个借券呢，把它烧掉，然后跟他们讲说，你们的债都已经没了啊，债了矣了。那么第二年的春天呢，他又推出了这个粮种，分给这些这个贫困的人啊，那么救了很多人，所获甚重，救了很多人。所以在德育古鉴里面呢，曾经也这样在评价这个李世迁呢，他说李世迁呢，他本身呢，跟他的名字一样，就是一个有这个谦虚，谦冲为怀，所以能够很谦卑的，心量很广大的，来布施给这个灾民呢，这个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呢？一个人能懂得布施，又能够心胸广大，这一定是菩萨实现的。所以《德育古鉴》里面讲说，如果他谦之失计大矣，何可复议呢？他还超过谦虚了。就遇到这个欠收的时候呢，遇到欠收的时候，他在这些灾民的面前，把那个借稻谷的这个借券呢、借欠呢，把它烧掉。他说这个呢叫圣德。所以古鉴里评他呢，这叫圣德。什么叫圣德？德行广大。也就是说呢，他这个跟从性德流露出来的，非常尊贵，所以叫做圣德。这绝对是这个李世迁呢，本身有这个广大的心胸跟智慧，他才能帮我完全放下这种执着。也就是他这个地方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把这个戒欠烧掉，他就是没有能布施的我，也没有我所布施的灾民，以及我所布施的稻谷，数量多少？数千担呢？他完全没有放在心里，在他们面前把它烧掉。这种行为啊，这种善行，其实他已经接近相应三轮体空，就是应无所住而行布施，跟佛陀在《金刚经》里面的教诲是一样的，就是不住相的布施。那不住相的布施呢，它是功德，它没有任何的执着，不染着。也无所求，那就没有我所了。所以呢，德育古鉴把它评说它是圣德。那么，如果灾民稻谷又能够收成了，那么如果人家来还给他，他这个地方讲说，是亦可以受乎？他说这样可以接受吗？他说可以接受。他说受而你接受以后，他欠你的稻谷，他再还给你，可不可以接受？德育古鉴说可以收回来，但是如果在遇到有欠收的时候，再带给他们。那么，所以呢，他就是等于他收回来，这是一个游戏神通，它是一个表法，菩萨在游戏，他可能收回来，他呢不执着，等到将来一有欠收时，他又把它带给乡民了，那如果你不接受的时候，灾民把它卖掉了，把它吃光了，那下次再遇到这个
有欠租的时候，那你就没有东西可以借给灾民了。啊，这个叫做菩萨的最高境界呢，就不住色声香味，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布施。啊，菩萨有福德不受福德，就是这个境界，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所以这个叫做因德，这也可以叫做因德。那么当时他救活很多灾民啊，死掉的人他都帮他埋葬，那就有人呢、啊、赞叹他说呢，哎呀，李公啊，你这样真的是阴德啊，宋公阴德。李世谦说了，他说阴德像耳鸣啊，各位如果去坐飞机都有这个经验啊，飞机从很高很高的这个高空呢要下降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耳鸣，啊，一般都会吞口水啦，来喝杯水啦，啊，或者揉揉这个耳朵啦。你耳鸣谁知道呢？对不对？有些人可能体质比较好，他不会耳鸣啦，有些人就很敏感，他会耳鸣。请问一下，耳鸣你怎么知道？所以他这个比喻非常好，他说因得如耳鸣。啊，现在很多人做善事啊，都恨不得人家知道，恨不得记者来采访他，也希望报纸给他报道，那这就不是阴德了，这是扬善呢、啊。那扬善享市民呢、啊，那老天已经还给你了。那阴德呢，天报之啊，可能报在你自己，可能报在你子孙呢、啊。所以司马温公跟我们讲，要积阴德，在民族中、冥冥之中留给子孙呢、啊，就是阴德的东西是很不可思议的，它是感应道教的啊。所以他说阴德如耳鸣，那只有我自己知道啊，那人家都不知道啊。可是你现在你已经知道我做这些事情，这哪算是阴德呢？何为阴德啊？啊，那有一天呢，他梦到紫衣神呐、啊，告诉他说：“他说呢，上帝加许你的阴德，所以呢，要昌大呢，要光耀你的后代。”啊，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再来解释一下这个李世谦的生平。李世谦呢，他本身呢，按照记载呢，啊，《唐香亲居士》里面讲的《现代因果录》里面呢，他所提到的李世谦居士呢，他本身是一个学佛人，所以他是一个佛教居士。啊，那么历史上记载说呢，他母亲去世以后，他父亲是先过世，然后他就对他母亲非常孝顺。等到他母亲舍报以后，他就把他的家呢改为佛寺，这个叫舍宅为寺。我一直都很羡慕这种善行，而且也非常赞叹舍宅为寺。如果一个人啊，他因为有福报，能够把他的房子捐出来，乃至于提供一个房子道场给人家做佛寺，像我们台北的法藏净宗学会陈永信大居士，这个外面很少听说，我跟他很熟，我们两个人呢，还有一些居士呢，我们就是推动1997年华藏净宗学会推动成立的啊。大功德主呢是陈永信居士，我呢负责推动华藏净宗学会的成立。因为当时呢，老法师在1997年韩观瞻往生以后，集美图书馆的因缘呢有变化，老法师呢到新加坡居士连李牧远居士那边去啊讲经说法，那集美图书馆呢，那有一些因缘的变化，因缘结束，老法师呢在台北来来饭店召集悟道法师，
陈永信大居士，还有我，还有悟道法师的属家弟弟郑正德居士，这几位居士呢，我们在台北市的火车站旁边有个来来大饭店。那法师交代我，黄卷官黄居士，你夏季推动社团法人法藏净宗学会。那时候呢，我就奉老法师之慈意呢，来推动这个法藏净宗学会的成立。后来在台北的一家素食餐厅呢，那把老和尚在集美图书馆的这些物资辈的法师呢，都召集起来，啊，开会。然后老和尚正式宣布呢，华藏净宗学会成立，所以才会有现在的华藏弘化网。那么那时候呢，我们就是在台北市大安区新义路，啊，四段333号2楼。那时候我们几个居士呢，就集资呢买现在的这个华藏净宗学会的会所。当时出一半的钱呢，就是陈永信居士。那么现在在台湾呢，悟道法师的护法呢，就是陈永信居士。包括现在在台北县，就是现在新北市的双溪小组，啊，连头到连尾都在做30系列，那也是陈永信居士的舍宅为师的道场，他供养三宝，啊，请悟道法师来主持，还有新北市的三重净宗学会，也是舍宅为师呢，也是陈永信居士，所以他福报非常的大，啊，默默的做，这个就跟李世谦一样，积阴德，啊，陈永信居士呢，本身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有福德不受福德，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赞叹，所以才会有今天的啊悟道法师的法言殊胜，啊，还有华藏弘化网能够法音先流到全世界，都是在1997年呢，啊，我们几位居士呢，啊，奉老法师之命呢，推动成立法藏净宗学会。我当时呢，也担任第一届跟第二届的华藏净宗学会的常务理事跟理监事。那么李世谦呢，他服丧3年，他母亲往生以后，他服丧3年，舍宅为师，表示这个人是要了生死的，是要往生极乐的，不是要贪图这个享受的，贪图世间的5欲6尘。而且他很难得，他立志不做官，啊，而且怎么样，终生不饮酒。你看人家不要受戒就可以不饮酒了，我们这是业障重被逼的，去受戒才不能饮酒啊。人家他是立志终生不饮酒，啊，这就是他善根深厚。他很难得这么富有，不食一块肉。行为端正，而且呢，他口业清净，他不说杀生的话，不言杀生之言。他继承巨大的家产，富裕生活却非常的节俭。他穿旧布衫，吃粗茶淡饭。他每天呢，终日以救济无衣无食的穷人为己物。邻里中没有办法埋葬的，他帮他埋葬，他布施棺木。有兄弟分产不平均的，打官司争讼，他就出钱补治，分得比较少的那方，那个兄弟那一方，以致感动了两个兄弟，惭愧的互相推让。这叫做什么？老法师讲说，行为示范。学为人师就是这种典型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做一个典范表法啊。所以呢，
那两个兄弟呢，也被李世谦感动，变成善人了。所以人之初性本善呢，性相近，习相远，从这个地方可以证明了。为什么造成？都因为贪财嘛，兄弟分家产，互相打官司嘛。这叫性相近，习相远嘛。自信本自清净嘛，因为明了以后，明而不解嘛。一念无明生三系，境界无缘长六处嘛。啊，所以你看，他后来也被李世谦感化了，变成善人了。这叫什么？李世谦就有这个大威德力，能让这两个兄弟断恶修善，把恶人变成善人，然后呢，转迷为悟。那么有一天呢，他看见盗贼在田中呢偷这个稻谷，他不但不喊捉贼，反而不声不响的走开，这更难得了。这跟海贤老法师一样，海贤老法师看到有人在乡民在农民在偷掰那个来佛寺的这个玉米田里面的玉米，海贤老法师说掰多一点，掰多一点。掰大一点的，掰就是拔了，我们台湾叫做拔，大陆叫做掰了，就跟这个一样。海贤老法师跟李世谦，这个都是菩萨的示现给我们看，拿多一点，拿多一点，所以我们所谓的量大福大啊。他不但不喊捉贼，反而不声不响的走开，人家觉得很奇怪啊，就来问李世谦呢、啊。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呢？诶，他讲这句话很有智慧啊。他说呢，俗话有说呢，俗语有言，树要树皮，人要脸皮，人随自愿作解，都是因为天灾人祸迫得没有办法，硬宽恕他们。他说树要树皮，人要脸皮啊，哪个人愿意做盗贼呢？所以可以讲说他非常的慈悲。后来这个盗贼呢，也是被这个李先生的仁慈呢，也被他感动，革面洗心，啊，革面洗心，从此不再做盗贼。好，所以做菩萨的人一定要学李世谦这种教化众生的这种智慧跟慈悲，这才是真正的呢。真正的自利利他，真正的菩萨行，也就是因为呢，他本身呢修持非常好，所以你看他舍宅为室，立志不以为官，终身不饮酒，不食一块肉，行端正，口清净，不言杀生之言，所以他的清净的身口意能够展现出来，就是信德流露。所以信德流露，他的德行呢，可以让窃盗盗贼感动，可以让曾宋的两个兄弟感动的变成善人，啊，德行。那么这个就，这个呢，这就是李世谦的他的一生的德行，啊。那么他在66岁的时候去世。那么地方上的人听了他的噩耗呢，痛哭流涕。为什么死的不是我呢？而是李大善人去世呢？听说当时送葬的人呢，有数万人之多。所以呢，唐湘清居士呢，评论李世谦的一生呢，他说李先生一生深明佛理，在家孝亲，在社会力行善事，把大部分的家产布施给穷人，毫无求名邀功的心，像这样的行六度万行第一布施波罗蜜，已经到达三轮体空的地步了。他的程度已经到达菩萨的境界，而且他常常讲因果轮回报应的事实给他们的
乡民听，破除一些人的世俗的断见跟常见。断见就是人死的什么都没有，叫断见；常见人死的永远当真，这叫常见。啊，这都是我们的见后里面的啊，这个断常二见，就是偏见。那么第一个是身见，第二个呢叫偏见，第三个是邪见。邪见呢是不相信因果，啊，还有见其见、借近其见，这是五种见惑。所以他的智慧的见解惊醒了千古的痴迷，难怪他去世的时候呢，大家同悲，真是生龙死哀，啊。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段。宋太仓故信者为周律，还留引宋，必欲城外卖饼将信家，后将被仇所盗，故集众诉冤得势，将感恩有你连十七，送至故家，愿为妾。故使其妻祭礼送还，将又西往，故复却还，后故复京，拨韩侍郎门下办事。侍郎偶出，夫人见之，遭问曰：“今非太仓故提控乎？我卖饼将家你也。”驾冲相公少房，寻迹正事，秋毫皆君事也。当以相公言之，侍郎归，备言始末。侍郎曰：“人人也。”尽上其事，帝称叹，除礼部主事。我们看这段的字迹解说，太仓呢是现在的太仓市，啊。那么玉呢就是祭姬，仇首就是仇，就是仇家，首呢是教唆。再来这个祭礼，祭礼就是备礼，准备礼物。却还呢就是退还。拨韩侍郎门下办事，拨就是调到或者分配，啊，分配派到这个韩侍郎门下来做官。那么提控呢，是以前的宋朝跟元朝的官民，啊，都是在办文书的。那么少房呢，就是妾，啊，寻迹呢，就是不久呢就继承正室。秋毫皆君事也，就是我所有的点点滴滴都是这个太仓的这个故信的这位官吏呢是给他的。那再来主事呢，主事是以前的一个官员名称呢，有一点像我们现在讲的科员。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白话。宋朝太仓呢故信的这个人呢，他当这个州府里面的官吏，凡是有宋王引来的事，这个可能他在办这个接待的工作，啊，所以叫做还有引送。他如果是出去外面办事，就出差，他一定呢住在这个城外呢，有一户卖饼的江姓的家里。后来江家呢，这个江家的主人呢被人家被仇家诬陷呢，说呢他主使他人做盗贼。这个故信的关联呢，他就召集了很多人呢来为这个江姓的这个被害人呢来这个宣誓解冤。后来呢这个江姓人家呢就被释放了。
那么江家呢，非常的感恩呢，他有一个女儿，年17岁，就送到这个顾家去了，想当他这个顾姓关联的小妾了。但是呢，这个顾姓的关联呢，就告诉他的妻子了。他说呢，你准备礼物呢，把它送还。那么这个卖饼的江姓人家呢，又把他的女儿带过去。这个顾姓的观念呢，又把它退还回来，这很难得啊！啊，后来这个顾姓的观念呢，到京城里面去，被分配到韩侍郎门下办事。这个韩侍郎呢，外出，就由他的夫人呢来接见这个顾姓观念。结果一见到他的时候呢，他就认得他了。他说：“你不就是那个太仓的那个顾提控吗？我是那个卖饼江户人家江姓人家的女儿啊。我嫁到这个韩市长这个相公呢，我来当他的小妾啊。啊，因为他的夫人呢，啊，这个大概是他的夫人往生的吧。不久呢，我就继任正室了。”那么我这里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赐给我的，我一定把你的情形呢告诉我的相公韩侍郎，等到这个韩侍郎呢回来以后啊，他就一五一十的呢把这个情形呢告诉了韩侍郎。那么韩侍郎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呢，就非常称赞呢这个顾姓的关联呢，说他是一个仁人，是一个很慈悲的人，他就把他的善行呢，就提报到皇帝那边，向皇帝报告，皇帝呢非常的称赞他，啊，把他升为呢礼部的主事，啊，像今天的科员。那么这是这一段文的白话解说，我们看第三段，宋。换文正公遣旨姚夫归书其麦500斛，徒役故人10000顷，言三商未举，姚夫尽礼麦粥付之，既归未及言，文正曰：见故人否？姚夫以10000顷三商未及为对。文正曰：何不以麦粥付之？曰：付之矣。范公父子同心，乐施如此。其若今人，只是敬奉富贵，锦上添花，不肯周济贫苦，雪中送炭也。既后有人列施列予，有不求报，追悔则乎？这一段是讲，范仲淹的范文正公跟他的儿子，啊，范尧夫，范尧夫呢就是这个范纯仁，他们父子的这种乐善好施的这个经典故事哈。那么范文正公呢跟范纯仁呢，我们以前在忠孝篇都解释过了，我们这边呢就不再解释了哈。范仲淹最有名的一句名言呢。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啊。那么归书呢，就是返回苏州。那这个斛呢，500斛，这个斛呢，是以前的这个用于量计算那个粮食的一个单位。啊，古代一斛为十斗，一斛为十斗。啊，南宋末年呢，改为5斗。那么10000顷呢，是范仲淹跟范尧夫的友人，他呢，累起进士不第，考进士都考不上。后来呢，他因为用5成呢续迁得官，啊，他可能习武的，后来就当了这个当了官员。啊，这个人呢，啊，他很有豪气，啊，本身呢也会写诗文。
文章非常的好，那么酒量也非常好，啊，常以流浅对饮自叙啊，无酒色，啊，这个酒量好。但是这里面讲说他呢，这个石曼青呢，跟刘潜在对喝的时候呢，可以喝到半夜，啊，面不改色，无酒色，啊，这个是这一段的自己解说。我们来看白话，宋朝的范仲淹，他呢派他的儿子，啊，宋焕文正公啊，宋朝的范仲淹，啊，他。这个又称范文正公，他派遣他的儿子呢，范成仁呢，啊，回到苏州呢，运起500斛的麦子，途中呢，遇到他们的友人呢，石曼青，石曼青跟他讲呢，他有3件丧事呢，还没有办法办理完成。范姚夫呢，就把他所运的这些麦呢。500斛的麦全部连船都给他，然后回来以后呢，还来不及说呢，范文正公就问他说啦，你们遇到故人啦、范姚夫、范成仁就跟他父亲报告了，他就有啊，史曼青说他三丧未举啊，他3件丧事还没有办完啊，来回答我啊。范文正公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把那个麦粥给他呢？范成仁说：“有啊，我都全部给他了。”范公父子同心呐、你看，这叫什么？心电感应，表示什么？他们这个善的电波都一样。范文正公跟范成仁的电波、是一样的频率啊，他们乐善好施到这种地步，哪里像今天的人一样？只是什么敬奉富贵，只是怎么样对富贵人家呢比较会呢奉承，比较会做锦上添花的事情，不愿意做雪中送炭，不愿意去做那个周济贫苦的人做这雪中送炭的事啊，即使有人做也是呢施一点点给一点点，不能够大舍，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没有办法，心量不够。甚至有的呢，很少有人呢，有不求回报，或者说呢追悔的，也就是说，有人做一点点善事，他都有要求回报的。或者做了以后呢，会后悔，这叫有不求报，追悔则富。啊，那么这一段里面呢，就是一个重点呢，就是范文正公，他呢，范仲淹他们家的福报呢，印光大师说呢，他们家的福报有800年。那在中国历史上排名呢，应该是排在什么？孔子的后面，应该是排第二位。800年呢。跟周朝的历史是一样长的，周朝历史差不多也800年，你想想看，一个官员而已，范文正公、范仲淹，他就可以把这个福报延续800年，如果平均80岁，这样多少？10代呢？14呢？享受他这个福报。所以呢，德语古鉴里面就讲呢，这个范成仁呢，范仲宣公范成仁呢，哎，你看他一代传一代哦，范仲淹教范成仁，范成仁教他的小孩啊，所以范仲宣公也叫做范姚夫，他怎么教他的小孩？每戒其子曰，他告诉他小孩，他说：“人虽智愚，则仁则明；虽有聪明。”庶几则昏。他说：“一个人如果再笨，他假如会去责备别人，他慢慢也会怎么开窍？
因为他笨嘛，他不知道责备人是不对的嘛，但是他最后也会懂一点事理，所以他还是会开窍。这叫人虽智矣，则仁则明。那虽有聪明，数己则昏。那一个人如果他非常的聪明，可是他总是会宽恕自己，他最后还是会昏昏沉沉的。所以人呢，要常常以责人之心责己。你以责人之心责己，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以宽恕自己的心，恕己之心恕人。这几个字，我们把它几个句子把它背下来：恕己之心恕人，以宽恕自己的心去宽恕别人，不患不到圣贤地位啊！这句非常的好，把它背起来，甚至去把它去实行、去实践。每天拿它来关照，啊，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圣贤地位啊，那就不担心呢，你做不到圣贤这个地步，一定可以做到。那么有人就请教这个幻中宣公幻成人了。那幻存人就回答说呢，为俭可以养廉，为恕可以成德。哎，这句话讲的真的是好啊，学感应篇慧命就这个好处啊，懂得圣贤的智慧，圣贤的道理啊，人不学不知道啊，对不对？人跟禽兽的不同，就是懂得圣贤的道理啊。做人的可贵就在这个地方啊。老法师说，中国的老祖宗是有德啊，是有文化又有道德啊，可以来教给我们祖孙啊。所以就是祖宗保佑，就是这个道理啊，这就是祖宗保佑啊。这圣贤道理哪一个国家有？你说欧洲，你说美国、英国，甚至日本有这些道理吗？日本还要学中国，了凡四训、秦师制药，他们是学中国的。他们的佛教制度、他们的礼仪文化，几乎都协助我们唐朝啊。影响日本最多的唐朝的佛教、宋朝的理学、王阳明的理学。所以我去年到日本东京晋中学会，请我去共修两天。我去参访那个镰仓大佛，那个地方的佛寺完全跟宋朝一样，保留的比中国还好。日本在这一方面做的比我们好，我们要承认，他对那个文化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古物呢，保存的非常好，非常有水平。我们讲实在话。那值得我们学习。那我就看这个日本这个镰仓大佛那边呢，镰仓大佛这个地方的古寺呢维持得非常好，那可以看到宋朝这些高僧大德的墨宝都还在那边啊。所以呢，为俭可以养廉，一个人当官怎么样可以做到清廉？我们孝廉这个怎么做到孝廉？为俭可以养廉，为恕可以成德。你常常讲德行，德行从何处修呢？怎么修德行呢？其实也很简单，你每天时时刻刻都原谅别人，就是德行的开始嘛，对不对？化解冲突嘛，和谐社会，和谐整个人我之间的感情，从宽恕开始就可以了，多原谅别人嘛。所以你怎么修德，怎么养德，原谅别人就好了。所以怎么样，你常常跟人家说对不起，请原谅我爱你，谢谢你，你常常说这些话就好了，就可以化解冲突。
这就是叫为数可以成德。你不要把这个恨跟怨都记在你的心里吧。万般将不弃，唯有业随身嘛。你这辈子跟他结怨，今天跟他结怨，明天又跟别人结怨，你冤亲债主怎么会了吗？每次参加三十七念法会，都跟法师啊，我要再写三十七念超拔。啊，你才差刚超拔完啊，出来就跟人家结怨，请问你的冤亲债主怎么会有结束的一天呢？会有了结的一天吗？所以冤亲债主最大的冤亲债主就是你自己，你的毛病习气，你的贪嗔痴慢，你的傲慢。贪嗔痴慢疑，这五大烦恼，这个失惑就是你最大的冤亲债主。你要是给这五大烦恼超度了，再破了个见后，你就是阿罗汉。这叫做沉浸光出，智慧就生出来了。我常常说错话，我都跟人家对不起。说错了，脑后上讲想错的、说错的、做错了，那就要赶快把它改过来，这叫修行。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就很有感触：为俭可以养廉，为树可以成德。这个树，我们佛家讲的，啊，也是修忍辱。好，我们再看了下面这一段。习有一女入室，一舍而无财，只有钱二文，兼而已之。主事者轻为忏悔，及后入宫富贵，惜数千金入室舍之。主生为令其土回向而已。怪问之，生曰：前者物薄而心甚真，故恼生轻颤；今者物厚而心不切，令土待颤足矣。夫行善重德，自心为上，若一转念，即不如初念矣，况追悔哉？啊，那这一段我们都很熟悉啊，就是《了凡四训》里面那个故事啊。他说以前啊，有一个女子呢，去佛寺。他想布施呢，但是没有钱，他只有身上呢只有两文钱，他就捐出来呢布施给这个佛寺。这个佛寺的主僧呢，就是住持呢，他就亲自为这个女子忏悔。到后来他就入皇宫呢，得到富贵，他带了数千金呢到这个佛寺呢要布施。这个佛寺的住持主僧呢，只有令他的徒弟代为回向就可以了。这个女子就怪，这皇后娘娘就怪主僧啊。主僧就回答说了，他说以前啊，物薄而心甚真，你以前钱很少，但是你的心非常真诚，故恼生轻颤啊。所以呢，老僧呢亲自为你忏悔。现在呢，你误惑我心不切，现在你财物呢虽然丰厚，但是你心不够真诚，我叫我徒弟带上就可以了。这个师父呢本身也很有智慧，他知道什么叫功德，什么叫福德，他完全亲近心中给众生种福田，这个福田种下去就有功德。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分别执着，他没有攀缘取舍。这个主僧呢修得非常清净啊，所以说呢，行善重德，以自心为上。如果你一转念，你稍微转一个念头，你就什么要施恩求报了，以人就追悔了。你稍微动个念头，就失去当初的那个发心了，
即不如初恋一样。所以我们的第一念，我们能够恒保持第一念，那个第一念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那都是清净心的。所以他这个地方比喻说，如果你稍微转个念头，那就不是第一念了，那何况是罪悔呢？不思而后悔呢？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段，以铁桥曰：禽兽犹知报德，焉有人而不感恩之礼？不知罪难，罪难堪者得赦，得赦一路，感则生惭，惭化而怨生矣。习有力称救一人之命，其人见富而力转贫，我过其家，几家出败，留隐即功。立九憨大言曰：汝非无力，则妻子婢仆以及目前所见之物，何以为汝有？今汝富而我缓贫，何哉？言弃，庶以其家。其人既曰：彼妄报之心太奢，报之不能满其意，不报后必及我矣，不如杀之。遂逃其手，亦救人而还以自杀，此中自有参会巧妇之因。彼人之凶恶报应，以律之宿命当然，孤自勿论，但即此以戒求报者。这一段呢，是讲着施恩求报的一个果报啊。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字句解说。这个以铁桥我们以前有讲过，它是明末清朝的这个进士啊，他别号呢铁桥三人啊。难堪呢就是受不了，得赦的意思就是说自以为对人有恩德而表现出来的神色，或者说施恩以人而有自得之色，这叫得色。惭就是羞愧，化就是变化改变，留饮就是留下来请他吃一顿饭，留客宴饮。再来这个气啊，言气就是说完了以后，比妄报之心太奢，这个太奢的意思呢，就太过分了。好，再过来382页，遂逃其手。这个逃呢，就是绳索，就把它勒死的意思。啊，参会，这个参会呢，啊，就是汇集。这在明史呢，周启言等传赞里面有这一段文呢，叫公道沦亡，人心败坏，凶器参会，情邪呢一谋啊。再来巧妇，这个巧妇呢，巧是凑巧啊，这个符跟这个符合的符是一样的啊。那宿命呢，就是他的命运。我们看这一段的白话。以铁桥说呢，有些禽兽都还知道要回报恩德，这个禽兽里面呢，它也有这个灵性。所以以铁桥特别说呢，禽兽都懂得报恩，
报恩德，啊，哪里有人呢不感恩图报的道理呢？他说呢，殊不知呢，最难以让人忍受的，就是施恩给人以后，所表现出的那一种自得的样子，好像自己觉得你很了不起的样子。只要那个很得意的样子一表情一展露出来，受施的人呢就会感到很惭愧，惭愧呢就很快的就会产生什么？就会产生这个变化呢，就会成为怨恨，就结怨了。这一段呢，我们就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我们来讲这个以铁桥说呢，禽兽都懂得报恩报德。我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这个蠢动寒林呢，皆有佛性。杀生呢，就会造成树殃短命报。啊，每一个动物呢，都是贪生怕死。所以我们自己既然贪生怕死，我们也不应该去伤害别的动物啊。各位一定要记得，你杀了他的身体，你杀不了他的灵性。动物比较体积比较小的，灵性比较低的，他也许现在不能报仇，但是他将来累积到一定力量的时候，他就可以报仇了。蚂蚁灵性算小吧，他的体积也很小，对不对？我也常跟各位报告，我在住殿的时候，在基隆，啊，有位老菩萨，还有台北县的永和，有位老菩萨，住殿的时候呢，那个嘴巴、鼻子、耳朵都有蚂蚁聚集的，非常的密密麻麻，所以呢，杀生呢是绝对不能干的事情。那么这里我们讲禽兽有之报德呢？我们讲在这个1936年西隐老法师呢，当时是97岁，他在广东呢潮汐的南华寺，也是60大寺的祖庭，啊，那么60大寺的祖庭南华寺呢，他在那边传春戒，刚好春戒结束，那么潮汐那边的这个驻军呢，当时的国民政府的驻军呢，第16军团的团长呢叫林国根，他送给呢这个虚云老上一只呢毛泽光润的白狐狸一头。啊，这个林国根呢虽然是军人，但是也是颇有善心哈，哦。他对老和尚说了，说这只狐狸呢来历不简单，很特别。有一说法呢，说他是广州白云山呢被打猎的人呢所捕获，而有一说法说是广州在拆除房子开马路的时候呢，这个狐狸从城垣里面跑出来，就城墙里面跑出来，就被人家捕获啊。那有人呢就以40元呢把它买下来。本来呢是要把它煮来当补品进食进补，但是看到那一只狐狸呢，两目双目炯炯有光，而且呢善好像善解人意，他刀子就杀不下去了，送到广州动物园。后来呢，有人呢就因为一件事情呢，就缠上官司，这个案子一直没有办法判决。这个有人呢，对林国根的朋友啊，是用40块钱买那只白虎啊，他买下来以后送给林国根，林国根再送给西隐老和尚。所以这个林国根的友人呢，这个朋友呢，他后来就碰到一件官司，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判决。然后呢，案子拖了很久以后呢，他的太太呢刚好遇到一个胡乱的人，
那么这个他这个宁国公的友人的太太呢，就去问吉凶。这个灵坛还没有开口，忽然自己动，哈，然后就讲一句话了，就告诉他了。他有跟他点一些事情，就是跟白狐狸有关的报应。同时呢，这个胡乱的可以讲说，这个胡乱这个灵鬼呢，就告诉这个友人的妻子说呢，南华寺现在有高僧主化，你看高僧到哪里，这些天地鬼神都会知道，他们都晓得他是高僧，有德行，所以他说现在呢，南华寺有高僧主化。你赶快把狐狸送到那个地方去放生，所以林狗跟赶快把它拿去送给西印老和尚。很奇怪，这个白狐狸送完以后，那位林狗跟的友人的官司就结束了，没事。所以你被判决官司缠身，也是不得自由啊，那都跟杀生有关啊，你放生了就可以消灾免难了。他说真的官司没事了。那么这个林国根的友人呢，他的太太呢，听这个胡姬的这个讲完以后非常害怕，就赶快受罚呢，就赎了那个白狐狸，然后呢就托这个林国根呢把他送给虚云老和尚，请求虚云老和尚来为他三皈依。老和尚听到这段话以后呢，就问狐狸呢，为狐狸呢三皈五戒法。你看高僧大德，这些动物碰到他都是有因缘的，他都可以脱离他最后一次的畜生身，否则的话他不晓得当多少数的狐狸啊。有一次我帮助新北市的这个莲品念佛会，我们办传戒，在芦洲活动中心，当时我们几个居士在门口等果心律师，还有中心法师，还有道海律师，他们要来主持这个传戒大会。那我们几个居士在门口等果心律师，当几个居士站在一起的时候呢，突然有一只白鸟飞过来，啊，我有动个意念，我说飞到我肩膀上了，飞到我肩膀上，结果不是，飞到另外一个居士的肩膀上。后来我就问莲品念佛会那个会长，我说这个居士是不是修得非常好？他说这个居士呢，他吃素已经十几年了，他从来不造杀生的业，就像刚才李世谦呢，口不称杀生之言，所以他的念波呢。这只白鸟知道，他就回到他的肩膀上。那后来到楼上的时候呢，刚好我们几个居士呢，在和尚的疗房呢，在这个听果心律师开示，刚好那只白鸟呢，就蹲在这个一个师姐的这个上面肩膀上，我就跟那个师姐说，赶快把他带进去，请清光和尚给他三皈五戒。那清光和尚就帮这只白鸟就三皈五戒啦，哎，那个师姐就哭得不得了啊，好像仿佛是替这只白鸟在忏悔一样，就跟这里一样。这只狐狸呢，就接受了这个西印老和尚的三皈五戒法，后来西印老和尚就把它放到后山的林中去了。这个白狐狸受戒以后呢，他就不吃肉了，啊，跟上个是虚脑上龟的那只斗鸡一样，就不吃肉了，啊。这个白狐狸如果肚子饿了，就从山林里面再回到寺里面求食。有一天呢，寺里面有一个修寺的一个工人，就故意呢，啊，来这个。开这个玩笑，就把这个肉呢藏在那个这个果儿里面，就是那个糖果或是水果里面，来
丢给那个狐狸吃。结果狐狸呢吃了以后呢，大概知道那是肉，他就两目呢就瞪着那个修士的工人，仿佛告诉他说呢，你骗我，怎么把肉放在那个锅炉里面？你看他也有灵性了，他也有觉性了，他也知道这是肉不应该吃啊。他三归五戒以后，这只白狐狸已经开始跟人一样自觉觉他了，视觉觉悟本觉啊，他开始觉悟了，觉悟众生的肉不应该吃啊。然后呢，这只白狐狸后来呢就离开那个佛寺好几天不回来。那么有一天呢，被乡人把他追逐，爬到那个十一丈高的一棵大树的树巅呢，抱着那个树枝呢哀鸣长叫。老和尚，人家就请老和尚出来，老和尚的出来看这只白狐狸。这只白狐狸一见老和尚到，马上就下来。你看德行感召。这个白狐狸呢，从树上跳下来以后呢，就跳在那个虚脑上的这个袈裟上面。老和尚呢，就带这个白狐狸回寺里面，把它钉了一个这个等一下。一个房间，钉那个房间，木头的房间呢，钉给这个白狐狸住。我就把它打开，让它出去。那么有一天呢，蒋委员长就是蒋中正，到这个佛寺呢来拜访虚云老和尚，旁边带了十几位的卫士卫兵。到潮汐的山门口的时候呢，白狐狸出现，卫士呢想要开枪。蒋委员长住址，这个白狐狸仿佛知道，摇头摆尾的从前面走路的，带着蒋委员长呢去见虚云老和尚。快到虚云老和尚的疗养所呢，他马上就跳到虚云老和尚的房间去，拉着咬着虚云老和尚的这个僧衣的角落出来。这个跟海贤老法师呢，在那个社企那边呢渡人。一只野狼故事是一样啊，海贤老法师他在路上遇到那个一只野狼啊，那只大野狼就咬了这个海贤老和尚的衣服啊，咬了海贤老和尚，海贤老和尚就说：“哎，已经遇到这个野狼了嘛，如果我是前世欠你的，那我就还命债啊。”他就念佛啊，那这个野狼就把他咬到那个洞门口，就狼窝，野狼的家，野狼一只。母野狼呢，怀胎五胎呢，生不出来，昏迷了。那海贤老法师呢，就帮他念佛。念了一阵子以后呢，那个母野狼呢，就醒过来，就生出这个五只小野狼。海贤老法师还帮他开示啊，他说：“希望你多做一点善事，少做一点恶事啊。”下一次不要再到畜生道来投胎了，成佛多好啊。那个大野狼好像知道海贤老法师在说什么，还跟他搔首哈腰的跟这个海贤老法师顶礼啊，他去咬那个野蜂蜜供养海贤老法师啊。你看他都懂得报恩啊，他怎么会没有灵性呢？既然有灵性，你杀了他，他怎么不报仇呢？结果这个白狐狸呢，他就到方丈寺呢，就咬着老和尚的衣服呢下楼。那去老和尚就跟蒋委员长呢讲这个因缘，彼此大笑。那么白狐狸每次见到老和尚打坐呼坐的时候呢，他就呼在那个蒲团的旁边。他见到老和尚闭目很久呢，就用那个前脚呢，就去烧那个进老和尚的呼吸啊。老和尚就跟他开示了，他说：“你很有灵性啊，
但是你也不能够太野啊，而且还叮咛他，讲给他听说，你不要常到对面那个店家去找那个店家的小女儿玩哈。他跟他这样提醒，老和尚知道他有灾难了，跟海贤老法师一样啊。海贤老法师也是先告知他姐姐的儿子啊，也是有灾难啊。你看他们都有什么？有宿命通啊，有天眼通啊，高僧大德就有这个能力啊。他就告诉那个白狐狸说：“你不要常跑到对面那个店家去跟那个小儿他们的小儿女玩了。”好，有一天，这只白狐狸呢，不知道怎么样被车子碾过去，重伤呢，倒地不起。老和尚就来探视了，白狐狸还很勉强的挣扎，用那个伤呢给那个老和尚看了。老和尚知道这个白狐狸的伤势呢已经不能够治疗了。又怜悯他很痛苦，来跟他开示。训老上怎么说呢？他说：“你这个皮带，你看他这个畜生身的身体啊。”他说：“你这个皮带，不要留恋了，无主留恋。汝昔放下，你要放下来，忏悔过去的宿业。你一念之差呢，堕为异类，就堕到畜生身。”复遭恶报，你今天又遭到一个恶报，就是被车子碾过，遭此痛苦，你遭受现在这么大的痛苦，现在你的宿业业报已经满了，满愿了，你应该一心念佛，速得解脱。跟他这样讲以后呢，这只的白狐狸仿佛听懂，点点头，二三声就往生了。这是什么？以铁桥说的“禽兽犹知报德”，没错啊，没错啊，再来，我们看下面这一段哈，这个381页啊，第五行，习有力成就一人之命，这边开始，他说以前有一个官吏呢，曾经救过一个人的命。那个人呢，后来渐渐的富有，而这个官吏呢，却转为贫穷。偶然有个机会呢，经过这个人的家里，他们全家出来呢，来跟这个官吏呢拜谢，那就留这个官吏呢在家里呢啊宴请他，而且非常的恭敬的对待他。这个官吏呢，在酒酣耳热之中呢，就大言不惭地说了：“他说，你们要不是我的力量，你今天的妻子被你仆人以及你目前所看到的这些的你的享受的东西，哪一个是你的？如果没有我救你，你哪里有今天呢？”但是呢，今天你反而是富贵，我反而是贫穷啊。为什么呢？他说完以后，当天晚上呢，就寄宿在这个人的家里。那个人就想，在那边想了。他说，他希望我回报的心太强烈了，太过分了。假如我回报他不能够满他的意的话，如果我不回报他的话，恐怕灾祸马上就到我身上来了。不如把他杀掉，不如把他杀掉。于是呢，他就去找一个绳索呢，把他勒死了。哎呀，一铁桥说呢，救一个人的命，反而被人家杀掉。啊，这个人呢，就变成恩将仇报。这里面的这些参会就是因缘际会，巧妙的安排这个因果，以及这个官吏的受到这个凶恶的报应，这个以及这个人就是被救了，这个人他产生一念的凶恶心来报复他，以及这个官吏本身的命运，以及他被杀的这个报应，
当然都有关系，跟这个官吏的命令也有关系。这个我们姑且不说，主要的我们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是因为来告诫那些施恩想要求报的人一个警惕。这叫做说，但举此以戒求报者。那这个地方呢，这个官吏救人一命本来是好事啊，但是对这个被救的人，他富贵了以后，他产生一个嫉妒心，所以这个嫉妒心不好，招来杀身之祸。德育古鉴里面有说了，就是先辈，就是前辈有说了，见人得意事，便当生欣喜心。看到别人有得意的时候，我们应该给他随喜赞叹了。见人有失意事，便当生怜悯心了。看到别人失意落魄，我们就应该怜悯他。能够有这样的修持，才是自己真实受用处啊。什么叫真实受用处呢？就是说，跟你的德行修行有关了，你真正可以得到利益的。啊，继承乐败，你看到别人成就嫉妒，希望别人失败，这就是嫉妒心。看到别人成就你嫉妒，看到别人成就你希望他失败，这叫继承乐败，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一个恶念跟恶习气。这跟人有什么关系？跟他的业力、跟他的福报、跟他的命令有关吗？何以人事？你嫉妒有什么用？你希望他败有什么用？这是跟福报有关，跟业因果报有关。你嫉妒也罢了，你希望他失败也好，这个都跟你无关的。你只有让自己徒自坏心术嘛，你只把自己的心呢越染越污浊嘛。所以呢，德育古鉴里面讲说，审人而利己不可做啊。审人对自己没有帮助啊。所以你要想人家损失，人家也真的损失了。犹有所用其恶也啊！那一人损而人皆不因其义而损，你想希望他败，他还不一定会败呢。就那一人损而人皆不因其义而损啊！空用此恶心肠，何为哉？啊，这是业力在决定，福报在决定啊。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起这个嫉妒心呢，特别的警惕啊。那么这一段里面有一个重点呢，就是这个官吏呢，他在酒酣耳热的时候，告诉这个被他救的这个人说呢：“如果你要不是我，你今天这个妻子卑仆，以及你所拥有的这些富贵，哪一个是你的呢？那现在反而是你富有，我贫穷。”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提到两点：第一个，就是呢，酒后容易误事，所以佛家呢，佛陀治五戒，杀生、脱道、邪淫、妄淫。第五个就是这个酒戒，不杀生、不脱道、不邪淫、不妄淫、不饮酒。不饮酒呢，是佛呢特别治这个戒。但是前面的杀生、脱道、邪淫、妄淫，它是信戒。信戒的意思就是说，你纵使没有受戒，你造了这个杀生、脱道、邪淫、妄淫，一样有果报，不是因为你不受戒就没有果报，这叫信戒。那遮戒呢？酒是遮戒。佛陀为了规范他的弟子，才设了这个酒戒，因为戒法里面有开眼、有遮戒、有持戒、有犯戒，叫开遮持犯。那么酒呢，在这里面算是遮戒，遮戒就是防灰止恶，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错误发生。
以及罪行发生，他的意思是这样。啊，那么我就引用了弘一大师编著的《南山律在家备览》那篇，里面有提到喝酒有什么不好，这边有提到，他说今时学法呢，率多酗酒。他说现在学佛的人呢，包括学法的人呢，哎，还有喝酒的呢，而且很喜欢喝酒呢。临此持性，哪不自惭？你看到这个喝酒的十个过，你难道不惭愧吗？弘一大师说呢，酒有十过，第一颜色恶，那酒的颜色呢，啊，比如说我们说绍兴酒吧，啊，这个绍兴酒呢，啊，这个颜色就，啊，就有点浊了，所以它是第一个颜色不好看。那么第二个呢，少力，喝酒以后呢，整个人都浑身无力。你看哦，我们台北这边有很多夜店呢，啊，这夜间呢，喝酒的地方叫夜店呢，很多女孩子啊，喝得醉醺醺的，躺在路边呢，不省人事，也没有办法坐计程车回家，也没有办法开车回家，甚至开车就发生车祸，命都丢了。所以被一些呢啊居心不良的歹徒呢啊，再来把这些醉酒的女孩子把她抱走。我们台北的媒体说这个叫捡尸，捡就是捡起来的捡，人喝醉了就像尸体一样叫捡尸。你说这个是不是觉得很丑陋的这个名词了？第二个少力，喝了酒以后都没力量了啊。第三个眼视不明。酒喝多的伤肝伤肾，对眼睛不好，对眼睛不好，所以眼视不明，而且喝酒以后呢就看不清楚了。是他自己酒醉，他说房子在动，树木在动，全世界都在动，其实他自己动了，他自己忙了，这叫做眼视不明。第四个呢，现成慧相，乱神。刚才这个关联呢，就是现成慧相。他生气嘛，没有我你哪里有今天这样的享受福报，现成慧相啊。第五个坏业之生，为什么喝酒有些人喝到呢啊，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变成酒鬼了，流浪街头了，酗酒以后呢，生意也不做了，事业也失败了，家庭也不顾了，这个叫做坏业之生，破家。第六个增疾病啊，喝酒以后伤肝伤肾，整个身体都不好，这叫增加疾病。第七易斗讼，会增加这个十恶业，跟人家争斗打架容易发生凶杀，斗殴都是从这里来的，易斗讼。第八无名称伤德，整个德行都会败坏掉。第九智慧少，酒一喝多以后呢，无名越来越重，习气越来越重，越没有智慧，判断错误。第十命中堕三恶道。以上呢，这九个，前面的九个是现在所产生的恶报恶果，第十个呢，命中堕三恶道是来生受苦。弘一大师说：“观思时过，现世浊然，次于凡云，毅力治病者，不以谬宅。”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你看到这喝酒的十个过错，一般世间人说喝酒很好啊，可以怎么样？可以毅力治病啊，就是增加体力啊，啊，可以治病啊。”弘一大师说：“这不是很荒谬吗？”这个意思啊，在这边我也要忏悔啊，我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啊，那时候也是跟世俗人一样，也很会喝酒啊，酒量也还很好啊，但是现在受戒以后呢，就不喝酒了，证明那是我们的习气，我们的毛病。再来，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第二个道理，刚才这个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呢，告诫我们呢，施恩不要求报，以人不要追悔。
这个例子呢，是他招来杀身之祸，但是杀了以后怎么样呢？那个被救的那个人，他后来富有了，因为这个官人讲这句话，他害怕他报复，啊，所以呢，反而呢，用绳子把他勒死，那恩人变成仇家，悲哀跟可怜。这个因果循环轮回不休啊，这个被救的人把这个观念把他杀掉，下次这个观念还会再杀回去的，会再报仇。老和尚讲，你杀了他最慢49天之内他就来投胎转世，当你的家人，当你的弟弟，当你的小孩来报仇。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引用一个例子说，因果循环非常可怕。我们看印光大师说故事里面有这一段，一通三世，所走先报。这个业力呢，它是通三世的，哪个业力先成熟，就要先受果报。因果的微妙跟可怕在这个地方。啊，他成熟以后就必须要受报，非常可怕。受报的时候你会受不了，尤其是恶报，比如说得癌症啊，比如说空难啊，像我们前一阵子台北这边基隆口上空，飞机飞上去不到三分钟就掉下来，死了40几个人，那多可怕！这是恶报的可怕。业报成熟了，空难、车祸、跳楼自杀、溺水而亡、服毒自杀、死在刀枪之下，这都是恶报啊！所以业通三世，所走先报，成熟的就要先受果报。印光大师说，因果的事情重叠无尽，此因未报，彼果先熟。这个因还没有报，那一个果报就先成熟了。就像种稻子一样，早种者早收。你先种的稻，它先成熟，先收成。就像欠债一样，力强者先欠。你欠我多，我就先拖走。力强者先欠。他说，古代有一个人做善事。临终饿死，他做善事，临终还饿死呢。这是我们一般讲的，善人得恶报。我以前有讲过啊，恶人得善报，善人得恶报，他各有因缘。善人得恶报，他现在的善行还不能改变业力，以前的恶报恶因，现在也成熟，恶报现前，这叫善人恶报。那恶人善报呢？他以前曾经做过的善事，现在因缘成熟了，所以要还给他这个恶报。他假如不造恶，他这个恶报还更久了。等到他这个恶报享受完了以后，他恶报就现前，叫恶者善报。那么这个人呢，做善事，但是临终饿死，他要消灭他的宿业，以消灭宿业。第二生呢，变得富贵尊荣者。他说，因主就几世了。他说，宋朝阿育王氏有一个出家人，这在阿育王氏在大陆是一个很有名的佛事。他说有一个出家人，他想修舍利殿。他说去见了这个，想到说呢，义亲王很有势力，他就跟他切慕，结果见了不多。他非常的愤慨，其实也不用啊，他为什么要生气呢？愤急的以斧，就斧头啊，在舍利殿的前面呢，把他的手砍断，他自己的手砍断，血流而死，血流了太多死掉了。同一个时刻，这个义亲王生了一个儿子，哭不停。
他那个奶母呢，就抱了这个义青龙的儿子呢，到外面去走一走，在里面走一走，到外面走一走，到那个挂一个舍利塔的土的下面的时候，这个小子就不哭了。离开了他又哭，所以就干脆把那个土，就是舍利塔的土就卸下来。奶母呢，就把这个图呢，就大概是挂在那个小孩子的房间了，他永远就不哭了。这个义亲我觉得很奇怪啊，就派人到阿育王室去问那个出家人，结果一查出来，他儿子出生的那一天，就是那个出家人断手流血而死的那一天，证明老法师讲的没有错，你把这个人杀死了49最慢49天之内他就去投胎转世了。结果这个义亲王大概了解了以后呢，他也感觉到说这个出家人的死亡跟他有关，所以这个义亲王呢就独立的把这个舍利殿修好。你看这个因果就这么错综复杂啊，本来这个出家人还没有死以前，他跟他募款偏偏募不到，就一定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个出家人奋疾用斧头砍断自己的手死了以后，义亲王再看到这样的一个因果循环，然后再来把这个舍利殿把它修好。那一年他的儿子20岁，宋朝临终驾崩死掉了，没有儿子，义亲王就把他的儿子过继给宋林宗。后来呢，他这个儿子呢，就因为过继给宋林宗，接掌帝位，皇帝的位置，做了皇帝做了41年，就是后来的宋理宗。你看他前世是出家人，到这一世来的时候，他当宋理宗，他也是一个修行人，有积福德。可是因为募款募不到，竟然把手砍断了，他恶报先现前，后面的富贵荣华在等他。印光大师不赞成这样，印光大师说不能求富贵，不能求天人，甚至不能求当出家人，他的印祖非常反对的。为什么？因为跳脱不了三界轮回，你就算当皇帝也不过当41年，你就要下来了，你还是要死掉，你还是会轮回。你没有明心见性，没有往生极乐，有什么用呢？富贵荣华，如露如电，如梦如幻。印光大师说：“如千他不成啊，海市蜃楼啊。”所以如果你因为想修行，或者你当出家人，或者你做善事想得到来生的荣华富贵这种果报，印祖说这仿佛拿牟尼宝珠换棒棒糖，牟尼宝珠换棒棒，那个荣华富贵皇帝做41年就是棒棒糖，牟尼宝珠就是明心见性。所以呢，印祖就是很感慨的说了，他说这个出家人的死他也算是惨死，他为什么哭不停呢？因为他这个出家人在投胎出胎的时候呢，感觉生死无常啊，人命无常，死无常，哭不止啊，这段写得很好啊。所以老和尚说人到这个世界呢，大部分都是哭的，为什么？生死无常啊，改头换面啊，投生转生呢，转生受生呢，改行易道啊，很可悲啊。所以这个印祖说呢，死无常哭不止，但是他见到舍利土他却不哭啊。为什么？过去生他建舍利塔，亲近三宝，那个种子还蛮强的，所以看到舍利塔，他就能够磁场就能够相应，磁场能够相应，所以他就不哭了。
这样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你到底是要解脱道还是轮回路啊？解脱道就不会哭啊，轮回路是一定会哭的啊。印祖说：“谁知此子，乃此生断所缠食者之后生乎啊？谁知道这个亲王的儿子是那个出家人断所缠食以后的第二生呢？下一生呢？这个代价未免也是很大哦。坦白，这个富贵是没有什么好羡慕的啦。但是让我们。”了解业报通三世啊，果报成熟的话先要受报应啊。印光大师说故事，这个故事讲得太好了，值得我们学习啊。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净空老法师的开示。施恩不求报，以人不追悔。老法师说，你布施如果有求回报的念头，你的贪心没有断，你布施没有圆满。所谓布施波罗蜜，你有布施没有波罗蜜。你没有波罗蜜什么意思？你没有放下执着分别妄想，你没有放下我执法执还有根本无明，你不能够到达彼岸。你布施了以后你才后悔，你的坚贪坚定心谦吝心还有吝啬没有化掉，这是三毒的第一个贪嗔痴里面的贪没有断。所以佛用布施这个方法帮助我们拔除坚贪。如果你还有个求回报的心，有后悔的心，坚贪烦恼没有拔除，虽然你有布施，不能称为布施波罗蜜。菩萨修布施波罗蜜，他们是菩萨呢，是不自色声香味触法布施，应无所至而行布施，所以菩萨的布施都是布施波罗蜜。我们凡夫修布施啊，达不到波罗蜜啊，所以我们叫做有漏烦恼，有漏福报。这是第一个老法师的开始。第二个，你不修布施波罗蜜也不行，为什么？因为不能够出三界。超越六道，你绝对不能够断烦恼，不能够开智慧，而智慧是本有的，一切众生自性里面都本来具足。那智慧为什么打不开呢？因为你执着放不下，烦恼覆盖住了嘛，所以智慧不能现前了。那佛教给我们，把烦恼除掉，智慧是现前。所谓狂心歇，歇即菩提，执着放下来，菩提就现出来，转烦恼为菩提嘛。你执着放下来，智慧就生出来，你执着不放下来，智慧生不出来。你只要放下执着就好了，你只要放下坚贪就好，你放下坚贪，慈悲喜舍就生出来了。所以呢，施恩不求报，以人不追悔，是教给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学。第三点，我们无始劫的烦恼习气很重，求回报或者以人追悔的念头很常有，就是求报后悔的念头常有。然后我还是讲一个例子，就是我的老师，台北佛陀教基金会的简宏文老师，他把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55号三楼跟11楼，佛陀教基金会捐给老法师，华藏讲堂捐给老法师。结果简宏文老师呢，很后悔，跟老法师说，他觉得说呢，啊，这么多钱都丢掉了。后来老法师说呢，简宏文居士呢，还要听经闻法，听了1年半，才慢慢的明白，才不后悔。他说不容易啊。所以他说呢，这种现象是正常的。你如果没有这种现象，那你的善根福德不是平常人可以比的。啊，
所以老法师说，肯布施已经不容易了，求报后悔是很平常现象，但是我们要了解，你有这个念头，烦恼没有断尽，智慧不能现前，要常常想到这个事情，贪嗔痴慢是非人我都放下，你的心地才能清净呢。那么呢，你心地清净，那清净心就会生智慧啊。所以你就晓得说，是非人我贪嗔痴慢你会生烦恼啊。所以你要常常去做布施的事情，常常去做帮助人的事情。但是呢，老法师说呢，你要用智慧去帮助人，这叫法施；用劳力去帮助人，这叫内财布施；以财力帮助人，通通都要舍。第四个，老法师说，各位要晓得，财易舍易多，不舍就没有了。易舍易多，舍是因，那个易多就是果。修因哪有不得果报的道理啊？但是不可以有求果报的念头。为什么？因为求果报的念头是贪心，果报现前那个是真理，因果一定要相应的，因果一定会相应的。那么如果你有求回报的念头，那个果报就不殊胜，而且智慧不会现前，那个是痴福。那么如果你不求报的，不求回报的这种布施，他那个果报就殊胜，智慧会现前。然后呢，你才晓得布施我们的体力，你的身体就会越健康；布施你的智慧，你就常常会有好的念头、清净的念头、好的思想、好的主意，帮助别人解除危险危难。你修这个因，长这个智慧。佛的智慧为什么这么大？因为佛天天在讲经说法，布施好主意，叫人破迷开悟，所以智慧就那么大。我们自己有一点点好东西，都很吝啬，舍不得给别人，也怕别人携走，对不对？你哪里会有智慧呢？这是一般人会犯的毛病哦。以前悟道法师啊，在树林净中学会讲了凡四训啊，我有个连友去听啊，那有两个女众在那边听了凡四训，那么魔甲跟魔乙呢？有一天呢，魔乙没有来上课，那魔乙这个女众呢，后来去上课的时候，就跟魔甲女众说：“上一周呢，悟道法师教的那个了凡四训，你那个笔记借我看一下好不好？”那个魔甲说：“我不给你看，谁叫你不来上课？”就是这里讲，他怕人家学啊。那这样怎么会有智慧呢？你不要说是，你智慧没有了。恐怕你连了凡你都学不来啊！为什么？烦恼障住的嘛，执着障碍住的嘛。第五个，所以呢，有很多人送老法师书，老法师都会看这个书后面也没有写版权所有，欢迎必救。老法师说，如果有写版权所有，欢迎必救。老法师说，那我就不看了，连欢都不想欢了，那我是说，这本书如果写这样的话，这本书就把它关起来，我不看。为什么？他说他的心量太小了，他能写出什么好东西呢？那我是说，糟蹋我的时间，心量太小了，没有智慧，自己有一点好东西，把自己的权力抓得紧紧的，什么智慧财产权，他哪里有智慧呢？现在讲说智慧财产权，那我是说哪里有智慧呢？对，那我是开始的很有意思哦。那我是说，真正有智慧的人，万年放下，版权也放下，不要了，这个人有智慧。
但是我看书的原则，这是子老法师的哈，我看书的原则，这样就可以不浪费时间。学佛菩萨热心帮助的，要真正做到不祈求果报，不后悔，一定要深入经藏，理事都要透彻，同时呢，要落实在日常生活里面，认真努力去做。第六个，老法师说，注解里面有讲到，内不见能施的我，外不见有受施的人，中不见有所施之物。他说，这个呢是三轮体空。你以财物帮助别人，内不见我有能施的我，把我放掉了，忘掉了。外面没有牵挂着接受我布施那个人，中间也没有你布施的物品，忘掉了。他说这个叫三轮体空。他说诸我菩萨，我不是这样帮助的。以财施、法施、无畏施，心地永远保持清净，所以施小得大福报，就是因为他三轮体空的关系。跟我们前面讲那个有一女子，她家里贫穷，只布施两文钱给那个佛寺，那个主僧亲自跟她忏悔，所以她得到大福报，入了皇宫以后当皇后娘娘，这叫做施小得大福报。那为什么？因为她当时在布施那两文钱的时候，三轮体空，三轮体空。好，他说老法师说，比喻里面讲。走斗数成无涯之福，这个在地藏经里面有解释过，舍一得万报。地藏经说，如果你回向自家建设或是自身利益，这个是如是之果，三生受乐，只有三世而已啊，所以舍一得万报啊。那布施一斗米得无量无边的福报，这是真的，一点也不假。为什么？因为他是称信的，他得无量无边的福报，他是把信德开显的，就这个道理。所以一文呢，可消千劫之灾，一文钱的施舍能够消千劫的灾难，这都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今天修福所得到的果报很小，也没有办法去消灾免难，原因出在哪里？因为你心地不清净，我们所谓讲的因地不争，果遭予取。你布施的再多，以信德还是隔了一层，所以你的罪业灭不了，不能改变你命，不能改变命运，所以依旧要在六道里面过苦日子。只要我们还有求果报的念头存在，无论怎么修，跟活菩萨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第七个，尤其是那个追悔，这是一个大关键。如果做恶事后悔了，那是好事情，那个恶念渐渐就会止住。如果做善事后悔了，那善念这个根就断掉了，以后就不会再修善了。所以你追悔还看是追悔什么事啊？如果是恶事追悔，那好事，那表示你会忏悔啊。做善事如果后悔了，或者追悔了，那个善根就会慢慢的断掉。他说：“现在世间人修善，是不是真心修善呢？”他说：“现在世间人修善，是他看准了，好像是赌博下注，决定在后面有果报。”他才要布施下去啊。老和尚说，有的时候也看错了，大部分不是以清净心，不是以真正的善心，无一不是自私自利，以自己的利益，这个事情他才要去做，跟自己的利益没有关系他不做。那活菩萨所做的善事里面绝对没有自己的利益，所以活菩萨心清净，活菩萨生智慧，活菩萨有大福德，无量无边的福德。
我们今天不但自己要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还要讲给别人听，自己要做给别人看，讲给别人听，做给别人看，目的是做什么？希望别人好，希望社会好，希望大家和睦生活。绝没有为自己的目的，自己还是一尘不染，还是清净无为。这是佛弟子，这个人真正学佛。如果帮助人又后悔了，倒不如不帮助人。为什么？怕自己的善根从此被断掉嘛。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你帮助任何一个人不要后悔，因为你后悔了不但没有功德，福报只有一点点啊。那么老法师说呢，这个注解里面也有说呢，这个布施有三种，有法施，有财施，有心施。他说这个说法跟我们一般佛教的说法有一个地方不同，就是有心施这个地方不一样。他说这个有心施是什么呢？有心施这个心是真心，真心怎么布施呢？教别人也了解有真心，他的真心也能够因你的教化演说而有所启发，他的真心就露出来了。啊，就像我们刚才讲说那个李四千，他调解那两个兄弟打官司，因为分财产打官司，那李四千就把钱呢去补助分的比较少的那个兄弟，两个兄弟反而感动了，就不再打官司了，后来变成好人了。那为什么会这两个兄弟会改邪归正呢？会断恶修善呢？因为他看到李四千的真心，李四千的真心布施也感动了这两个兄弟呢，他们的真心流露出就是善有善感。那同样的，李四千看到有人在这个拖把他的稻谷，这些窃贼，他就故意装的没看到，就静静的离开。那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装的没看到离开呢？”他说：“树要树皮，人要脸皮啊。”那个盗贼听到以后，非常的惭愧，来跟李四千忏悔、改过。后来那个盗贼也变成善人。那为什么他可以断恶修善？因为李四千他的这个善行是真心布施，所以是老和尚这里讲的。就在真心施，那么别人的真心也因为你的教化演说而有所启发，他的真心就流露出来。他说这个叫做有心施，就是真心施。他说这个最难，但是功德无有边际，无有止境。这个只有诸佛如来法身大士他们才做得到，证明我们刚才讲的李四千是菩萨。我前面讲的时候呢，还没看到老上这一段呢，所以证明李四千就是诸佛如来的化身，法身大士的化身，他才帮我做到这个境界。他这个也是施恩不求报，以人不追悔的最佳典范、最佳示范。邪为人师，行为示范，最佳的范例。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若讲到不妥之处呢，请各位同修大德批评指教。阿弥陀佛。